春天的季节是冬阿病毒的流行期。根据北京关节数的统计资料显示，顶礼拜冬阿病毒跨境人数超过6000人，创十二代的上悬。冬阿病毒的疫情恐惊提早一个月开始流行，为了将这个正确勤洗手的观念深入校园，麦当劳叔叔之家主持人基金会15号前进河滨国小，来教囡仔正确的洗手观念。根据病情关节数统计资料，上礼拜冬阿病毒跨境破6000人人次，创十年来的新高。冬阿病毒疫情升温，恐惊提早进入大流行期。为了将正确的洗手防疫观念深入校园，麦当劳叔叔15号特别来到河滨国小强化学童的防疫观念。湿搓空很好，第一个湿要打开水龙头，来请校长阿姨还有小。好，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那勤洗手，正确的勤洗手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尤其是肠病毒。所以我们为了促进儿童的健康，今天特别跟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会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正确洗手的活动，让小朋友在快乐的学习当中学会正确的洗手方式，预防很多的疾病发生。用力弓字走坐，你两只手要弯起来，手把它勾住，然后前后这样子搓，然后左右搓。麦当劳叔叔锻炼爱洗手小队，传授学童正确的洗手方式以及洗手的时机，也来透过幽默的活动来强化囡仔的防疫观念，做会勤洗手，集体防止病毒。多张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